我们被牵制，当务之急。 好， 详细情况回来再说，时刻保持警惕。 撤离点在这边，跟我来，去小区大门。 穿过天网下的破洞，撤离点就在小区里边。蹲下，掩在草丛中，一直走到底。 蹲下，躲在草丛里走，迷雾附近。 越来越近了，被任务碰上就糟了。队长，你们先走，查共鸣。来啊！来啊！
愣着，走。放心，高明部，不好，这边还有一种，快跑！继续跑，马上就要到撤离点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这是过去升桥的老设备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升桥认证通过，正在请求更高网络权限。居然激活了。怡刚，你的情况我听说了。怡刚加入升桥不久吧？第一次见吧。升桥一直用这种法子来传送一些重要物资和秘密邮件。这里离我们当初分开的地方不远，跟着通讯仪的讯号指示找找看。枪里上好子弹了吗？看到前面那几个油桶了吧？社保油桶，不用跟异种硬碰硬。这些都是在这避难的人琢磨出来的玩意儿，土法子，但是管用。是高明的通讯仪，到下面看看去，他很有可能还躲在附近。小心，一个一个处理掉，好几个一起围上来，那就麻烦了。有点不对劲，这工人身上居然有霰弹枪。这俩燃烧瓶拿着，试试用燃烧瓶
把前面几个异种解决了吧。